式的防水机制，比如说这一整颗电池，它把它丢到浴缸里面，淹个30分钟以内，拿起来的话还可以这样子。比如说一旦下雨的话，换淋湿不会有太大问题。它的 IP 差距好像，对，它是蛮厉害的，这就不用紧张。而且你有看到说，我们在特别车厢里面还有特别多的，如果假设我是两个电池，拿起来。